吸猫到底是在吸什么？如果说2017年什么动物最火，那就是猫咪了。凭借萌萌的外表、优雅的体型，猫咪在2017年俘虏了一大群人类，让我们自甘沦为猫奴。与此同时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吸猫。唯有一吸，方可解心头之痒。别担心，会有猫的，也成为大家没有猫吸时用来安慰自己的话。吸猫不仅能使生活愉悦，在工作之余看猫咪视频，还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。不信，看看这个站立的猫咪。还有这个睡觉的猫咪。那如果在现实中看到这些萌萌的猫咪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拍猫片、撸猫和吸猫。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吸猫。把脸埋在猫身上，深呼吸，感受猫咪的味道，然后用脸来回磨蹭它们柔软的肚皮。吸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世界如此美妙。今天你吸了吗？